大家好，我是胡福奇社，欢迎你收看我的变形金刚的一个高清重置的系列。通常呢，我会呢挑领袖之刃的玩具来给大家做分享。啊，一来的话呢，是这个系列呢是我收集变形金刚玩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渡时期，以及呢这个系列也是很多的算是半新不老的迷友们呢可能接触也可能没接触啊，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系列。所以我特别喜欢做这个系列的玩具。那今天的话呢，就是 Voyage Class 在 Robots in the Sky 这个时期啊，也就是《领袖之刃》第二季时候的一个 Starscream。这作为一个 V 级的玩具呢，当时呢，它其实呢评价呢并不是说非常的好啊，因为它有一些先天上的一个不良啊。首先是这个上面这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啊，这个是变形金刚玩具开箱这个影片史上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东西啊。这个当年的老肖是就是。当的节目的话，就拿个铁锤把它给砸了啊！那这个的话，因为我收的是二手啊，那这个被上一任的主人已经把它给碾死了，所以各位看不到它的一个轴动啊，电这个发光的话呢也就没有了啊。这个的话就不提了啊，这个反正就是 anyway，这个已经是碾死了，我们今天就不讨论它了啊。那拿掉之后的话呢，飞机可以说就干净了很多了。那么这一款这个 V 级的一个飞机载具的话呢，它最大的毛病呢是。这个地方肚子非常的胖啊，它的一个胖呢并不是一个并不是厚啊，并不是厚，它的一个飞机的一个厚薄度来讲的话呢，我们相比较于 Deluxe 等级的话，你看作为一个 V 级啊，这个整体来说呢，它的一个厚度呢比它呢还要再薄，但是以机身的这个从上面来看，你就会发现啊，至少的话呢 Deluxe 等级这个地方呢还有一点点其实也没有腰身啊，我当时说这个很像企鹅，对不对？这个已经够胖了啊，但这一款的话呢，因为多了两条腿在后面呢，就感觉就更加的一个肥胖了，所以它的飞机的一个形态是以上方来讲比较难看。那当时的话呢，我刚开场白就提过，这个 V 级的玩具当时的评价呢没有说很高的。第一点就是因为 Deluxe 玩具呢做得非常的好，那以载具来看的话呢，Deluxe 等级的话呢，除了变形呢比较有巧思之外的话呢，它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子弹的部分，它是一个方块长方形的一个插孔。这个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个加分的，它是不会晃动，它直接可以把它卡得稳的。但是呢，Voyage Class 的话呢，因为它是个圆形啊，转一转它就会晃动啊。这个是它之间一个小小的一个差别。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变态的一个 Starscream 的一个样子啊，有点被 SM 的一个感觉。但是呢 ，V 级的话呢，除了胖之外，它有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这个驾驶舱的部分呢，是一个透明部件。但是 Deluxe 的话呢，就是一个涂装了啊。那以载具的话呢，只能说呢 Deluxe 等级呢是小胜一点点啊。其实这一款 Voyage Class 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呢，还是它的一个比例的问题了啊。那我们的话呢，就把它呢先变形成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形象。那它的一个变形的话呢，是从两侧呢给做一个拉开，这里两侧都给拉开。拉开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臀部的位置啊，不对，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样。非常妖娆的一个腿的一个样子，一整个就是对，就非常美丽的一个腿啊。这个腿的话，把它给转正，应该可以判断出来这边是一个正面。然后的话呢，就只需要把这个鞋子的话呢，给转到一个鞋尖转到正前面，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脚后跟呢就转到后方去啊。这个变形可以说是非常直觉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没有任何的难度。后面这一块呢，把它给推开到这儿，然后这个部件呢就可以往后面推过来了啊。推过来之后的话呢，就后面呢有一个。看似可以结合，但其实扣的不是很稳的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并不是很稳啊。你可以先把后面这两个翅膀给解开啊，这个地方有个卡扣，松开，往上推，这里，这个逐步的话呢往这里推下来啊，这个可以看它这个形象了啊。那所谓的守护神形态呢，对它来讲的话是基本上是你必须把这个地方给转180度，但是这个地方会妨碍到啊，所以守护神形态呢是基本上是做不出来的。那再来就是把这个。翅膀往后推一点点，那这个手臂的话呢，就这样，两手就做一个分开就可以了啊。直接的呢，从这个地方呢给它做一个分开，这里两侧，因为扣得很紧啊，扣分开，分开之后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先折，应该照理说应该是先分这里，先把手臂从这个地方打开，手翻出来，然后再折这个地方往下折进来，再折这个地方把它给往下面折下来，到这边。这样子，整个胳膊的话呢，就会直接的回到上方去啊，卷卷卷卷卷三次卷下来啊。
那正变逆变的话呢，其实是一个相同的一个样子。这个地方首先放出来，当然你不一定要照这个顺序了啊，这只是提供给各位一个参考啊。这里你看到关节能折，你就把它给折了啊，就把它给折了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翻折几下之后呢，就可以把它给翻折下来了啊。这个翅膀妨碍我们呢，就把它给推开。那这个脸的话呢，其实呢在变形成飞机的时候，它是下巴卡进去啊，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参与变形过程，其实并没有的。那么这一款 SS 的话呢，基本上就已经变形完成了啊。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啊对了，还有这个地方两侧，这两个是非常软的一个软胶部件啊，你看到这个地方就推起来。那么这一款的一个人形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挑。那你喜欢的话呢，其实你不用干嘛，你就把它放在这儿。其实它的一个可动可以说近乎完美，反正就是一个失败者的一个样子，就非常非常符合它的一个形象啊。那我们的话呢，还是就给它稍微做一个正常的一个站立好了啊。是一个 V 级的玩具，但是个子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挑。我们把这个镜头的话呢，就稍微调高一点点。这个呢是它完全站立之后的一个形象啊，个头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说它的一个不受喜欢的一个，也就是它的一个比例来讲，这是同级别 V 级的一个 Megatron， 但是这个很明显它的个头就高过了这个密卡登了，所以这个当时的话就是反而是这一款 Deluxe 等级的一个人形的话呢，跟低级的话还会稍微有一点点接近。那我们就干脆把这个低级的干脆也变形好了啊。这个低级的变形的话呢是比较复杂一点，反正难啊，比较复杂过这个 V 级啊。首先呢，两腿的话从这两侧给掰开啊，就顺便把它给变形完成好了啊。希望我还记得，哎，那个子弹掉下来这无所谓啊，而且这个子弹是一定要拿下来的，因为待会它要扣到别的地方，跟这个不一样，这个直接扣在上面就行了。然后呢，从这个地方把它给解开，解开之后呢，腰部旋转180度，然后呢，把这个部件呢往后面推上来，你看到没有？这两个凸刚就是扣这两个洞，现在我们要把它透过这个双动关节推上来之后，要扣到上面这个洞。本来扣这里，现在要扣这里，它是不扣不同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呢，这个一样，膝盖这两个尖尖的，把它给翻上来啊。我本来尖尖上讲 V 级的啊，但是反正 Deluxe 等级就反正还是需要讲解一下，就顺便给录了吧。然后呢，两个手臂的话呢，一样呢是这样子的，把它给打开，一样给打开。然后这个翅膀的话，哦，翅膀是往下面，这里翻开之后往下面折一截下来，看到没有？这里打开，然后往后退一格到后面去。两只手臂的话呢，一样是翻折下来的啊，一样是翻折下来。然后呢，这个手臂的话呢，就它的手是在这里啊，不是收在这里面啊。那它这里有一个滑槽，从这把它给拉开来 ，OK。然后呢，手掌从内侧翻出来，手臂的话呢，就自然而然的转到一个所谓一个机器的应该有的一个样子啊。这句话是我觉得是非常妙的一个中文啊。这里这个滑槽把它给滑出来，手臂转动一下，最后的话呢，它的一个头在哪呢？头在收在这个肚子里头。从这里翻开来，头在这揪住这个毛，哈哈，呆毛啊，把它给翻上来，扣回去啊，扣到上面。那它的一个这个啊，这个后面这一代的一个变形是比较复杂一点的，比较复杂一点的。首先的话呢，这两个一个这个它的一个后面的这个垂直尾翼啊，是两片两侧去拼凑而来的，把它给打开，哎呦，扣得很紧啊。我还是拿一下变形神器好了啊，这个一旦扣上去的话就比较难掰开啊。OK， 翻开，然后的话呢是把它，我记得是这个部件要给翻折吧，这个要翻折到这吧，然后这个部件翻到下方来，到这里，哎，下半身啊，下面还有一个腰转 ，OK 啊，到这，记得了啊，这里把它给翻进来，这两个翅膀是往外翻一点点，如果没记错是这样吧。太久没有变形这个家伙了。我们来看到这一款 Voyage Class 的一个人形。首先的话，体格来讲很修长，非常的帅。它的武器呢，严格来说背在后面呢也不难看哦，一整个就非常修长，配了一个武器啊，只是说是一个 OK， 就可能就高科技武器吧，就不要计较太多了。人形可以说做到非常的薄哦，你看到没有？这个啊，非常漂亮的一个身形，就一整个很纤细瘦长的一个感觉。但是呢，硬要说的话呢，以还原度来说，其实呢 Deluxe 等级的这一款呢要做的更加的还原一点点。那低级的这一款的话呢，真的要挑毛病，就是它的一个站立性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因为它的这个前后啊
接地面积已经很小了，两侧又有这两片的这个会去干涉到，它又本身没有一个脚踝的一个接地啊，所以人物在站立的时候呢，背包有一点重啊。但是呢，索性就是说呢，这个人物的话呢，基本上你让他身体的话稍微往前面倾一点点，甚至手啊什么的，你让他稍微往前面倾一些些啊，尽可能够让他做出一些比较畏缩的一个样子，倒也无所谓啊，因为这个领袖之证里头的这个 Starscream 的话就是这么样一个德行啊，就两个的一个造型的话，我个人觉得都好看，但是你真的要讲还原度的话呢，低级的这个可能会好一点点。再来的话呢，它的一个头雕，两个的头雕的话呢，虽然都是 Starscream， 但是做出来的感觉呢确实不同的啊，都很精彩啊。这一款的一个头雕我觉得是比较像是比较有一个玩具的感觉啊，但是涂装一点各方面呢是比较精致的。但是呢 Voyage Class 的话呢，感觉就是更加的生动啊，这个动画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两个哪一个好呢？真的是两个都好了啊。那以胸腹来讲的话呢，其实低级的这个造型比较完整的啊。啊 Voyage Class 这一代的话好像感觉就是被挖空一样，但是就也是好看的啊。然后身上的一个银漆的话呢，这边的大面积的银漆涂装，还有这边有个紫色透明件啊。所以 V 级的这一款的话呢，加上机翼的一个后面这个翅膀的一个感觉好像更加的霸气一些。而且以这个子弹的一个放的位置啊，它也就架在后面整体来说呢，以人形态来讲，可以说是我真的觉得两者呢是各有其所长，两个都好看了啊。那以变形来讲的话呢，是 Voyage Class 的话呢，整体的一个速度呢是变得更加的一个快速一点点。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非常惊人的可动，几乎除了腰身无法动之外啊，这一款 V 级的一个可动呢可以说是达到非常高的。而且呢经过这么多年了，它都非常的紧实，包括这个球冠都很紧。我的话呢，在把这个玩具拿出来准备重录的时候呢，真的是紧到一个掰起来非常的紧啊，只好上一点细油，还有这个二头肌转动这两个地方的话呢，特别的话呢是加了一点细油。它的一个手轴的话呢，你看由于变形的需要，它是完全可以直接整个是叠上来的。那这个特别的话是这一代可以动，但是感觉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代是稍微有点偏松了。最惊人的还是它的这个翘二郎腿的这个感觉啊，这个腿的话是这样扣上来 ，OK， 你让它坐啊，或者是怎么样，它的动作的一个摆放啊，这一款加上腿长的关系呢，它可以摆出来的动作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多。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以这个时隔多年啊，有时候总是要经过很多年之后啊，我们再来分享这些老玩具的时候呢，又有不同的一个感觉了啊。那么领袖之证的这个 Starscream 呢，不管是 Voyage Class 还是 Deluxe Class， 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玩具。但是如果认真呢你只能选一个的话了啊，如果你的这个条件允许啊，这个不管是经济状况或者是各方面来说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推荐，如果你真的只能选一个选 Deluxe 等级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啊，你可能遗憾度会比较少。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